接下来是第五种啊。我们说过那个眼底的转折都是要断笔的，所以只要是转折的地方就要断笔。对，落笔以后呢，然后呢，向左下方带呢，一面带一面放前放松，中途还可以挤一次，再继续放松，这样子。再写一遍，落笔以后，向左上方带，一面带一面放松。好，然后下面这个呢，断笔以后呢，这一笔呢，尖尖的，不用落笔，直接就这样往右下方拉，慢慢拉，越来越粗，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。写到这里以后呢，把笔稍微带向上面，再往下做，滑一下，往上逆笔回收，这样。就从最尖尖的，然后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呢，快要到尽头了，把笔带到上面去，笔尖带到上面，然后向下呢，顿笔滑一下，逆笔回收，这样，这是第五种断笔，这一种呢？对，好。我以为你要写下面，好，来吧。这种呢也是一样，落笔，然后粗边细，然后再断笔。那这一块呢也是一样，落笔，然后再粗边细，再又落笔，再粗边细，再落笔。变细，我们笔画呢尽量都重叠比较好，重叠的才接的地方比较好看。那这个点呢，我们一般就照着这个形点的形状，就这样拉一下、挤一下、拉一下、挤一下，这样顺着照着你要的形状呢，最后呢逆笔回收，这样就是尖尖的笔，起先不用落笔，直接就拉了，直接落放笔放下去以后就直接就拉了，挤一下。拉一下，挤一下，拉一下，然后慢慢缩小，然后再逆笔回收，中间让它胖起来，两头呢让它比较小、比较尖这样。那这一笔呢？这一笔呢也是一样，落笔又到这边断笔，在这个是长的撇，接在一起的落笔以后。中途我说要分成三段，即使分成两段、分成三段、四段都可以。再挤一下，再继续找那个出锋收尖这样，落笔到中途挤一下，再挤一下，对，最后出锋收笔。这个比较麻烦，那这样子下面还要不要再写？好，都再还要吗？都再一次，都要再写一次。对，好，我们再重复一遍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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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好来，好，我们再重复再讲一次，落笔，中途呢，慢慢的放轻，然后中途可以再挤一次，再继续放轻。那这里呢，尖尖的放下去就好，不用落笔，直接往45度的方向呢，就一直拉下来，越拉越重，越压越重，越压越重，拉到最后快要到尽头的时候，笔放向上抬，笔尖放在上面，往下顿笔，滑一下，再逆笔。回收，落笔，挤一下，往下拉，拉到这个尾巴的地方的时候呢，向上抬，笔尖放在上面的边缘，然后坐下顿笔，滑一下，再往上逆笔提收，等一下，对对对对对。
好的。你拉足近呢，阿无安啦。哎，对啊，对啊。嗯，好好。好点。每一笔都要断落笔，每一笔都要落笔，然后出笔细，出笔细，每一笔都落笔，出笔细，然后最后这个点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向上收提笔啊，好，出笔细，出笔细。重变轻，重变轻，粗变细，在这里拉一下，下一下，下一下，向上提收，啊，只要是转折就要断笔，遇到转折都要断笔。